其实世界上有4%的人是毫无良知的。Celestial Sunday， 现在怀疑你涉嫌谋杀，现在正式逮捕你。每个人都应该有公平的审讯权利啊！你是不是不让他睡觉？除非他认罪。是我杀死了我爸妈。你也参与了杀人还有分尸？我没有啊！重点到底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？到底那个胖子有没有参与？The Sparring Partner， 2 April， pertama dan eksklusif di Celestial Movies。